请写出扇子的扇。看外国人写字好感动哦。罗维卫，你给我写罗马拼音。我会这个字，但是一到这里来我就不会写了，平时会写。眼睛闭起来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美国人。我根本不是美国人。他不是美国人。俄罗斯。一字千金榜中榜，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。